爬山，嘿嘿！呀！惊天动地！不知不觉就走了这么远了。哦，哇，好壮观的火山呐！耶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 火山要爆发了！啊，快跑！休息一下。火山要爆发了，快跑啊！火山爆发，快跑啊！ 倒霉先生说有紧急事情汇报，那宣倒霉先生上殿。皇上不好了，皇上大事不好了！皇上，距离皇宫10里的地方有一座火山，马上就要爆发了。哦，火山，城西10里外确实有座火山。倒霉，你说的可是实情？千真万确呀，皇上，是我亲眼所见的。 该怎么办呢？快来人！赶紧通告全城所有人撤离此地，到狮子山去避难。是，陛下。火山爆发了，大家快逃啊！火山爆发了！不是爆发了！大家快逃！多亏倒霉先生消息及时啊！是呀，这火山爆发真是太恐怖了，真是地动山摇啊！我们的家乡呢？哎，惊天动地，这个成语形容了一件事物具有爆炸性的声势和意义，使所有的人都为之而震惊。现在大家明白了吧？